第五十六代吴子祥祖师，东土时代，始祖姓吴，讳子祥，号敬陵，乃文昌帝君化身，遇九祖在江西说法，参拜九祖的受制道纪长道统，开化广信，道产高山县，及后舍身替众顶灾乐道。吴祖乐道时，远近军民俱见祖跨鹤飞升，县府乃命练丧礼祭之。